跟住落嚟出场嘅人就系阿 Tank， 佢已经系第二年参赛噶啦。今年佢除咗冇退赛之外，参与度亦都高咗好多，更加成为一班参赛者嘅精神支柱。可惜喺第三回合差啲俾人淘汰咗，好彩 Anson Kong 嘅退赛令佢有翻一线生机，由淘汰边缘到稳入十强。今次专业大奖赛嘅表演，仲揾咗个人帮手伴舞添。咦，睇落几靓，你哋咩关系啊？哈哈哈！我叫咗我亲爱嘅女朋友帮我啊，系啊！我入行咁耐，我同佢同台，甚至乎系 partner 性嘅嘢，系真系得一次啦。咁今次我难得有一个大台俾我，对于我嚟讲系一件好盛大嘅事，我想留下一个好美好嘅回忆。衰仔咁识讲嘢嘅，女朋友一定好冧啫。吓，即系嗰下就好 sweet 啊！其实原来佢都有喺呢啲好重要嘅 moment， 原来佢都有摆喺我喺呢、這个、地方入。喂，咪住先，请关爱单身人士嘅感受，不如唔好放闪住啊！讲下你表演啲咩啊？跳少少，但系想以唱为主，系啊。吓，以唱为主？点解你要咁玩自己啊？去到呢个阶段。依家无论得与唔得都好，依家我都都要做噶啦，所以就算系冇都好，我都要顶硬上。反而系啊，睇下系可唔可以喺比赛之前可以令到个信心再更加大咯。你次次都系咁讲噶啦，都要唱功有进步先得噶。听下唱歌老师点讲先。阿听由一开头唱歌，第一次喺嗰度唱歌，佢真系。key 又唔到，五音不全，跟住我同佢一起努力努力，不停咁努力，跟住去到依家呢個 moment， 起碼我聽到阿聽佢依家係雖然係緊張，但係佢啲嘢仲起碼入啱曬邊，啲嘢係啲音係按翻，就我覺得佢係好努力，已經係做得好好嘅。OK， 知道你好努力啦，都要上台發揮到先得噶，快啲帶埋女朋友上台啦 ！Expedia.com.hk 嘅全民造星儀。今晚10:30 ，Feel TV。